来，朋友们，早上好！现在早上的8:22，那我收拾妥当，准备出去了，带上我的小背篓。哎呀，今天有点凉啊！来了来了，走。走走，我带了背篓，我放后面行吗？带上小背篓，多买点儿。来，隆重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中继海房车营地的老总。大家好。哎，准备带我去买点牦牛肉。我不是要返程了吗？返程得带点好吃的哈，不远哈。不远，7-8分钟路。你是剑川人？对，我大理剑川的。啊，大理人。啊，对对对，大理人总会跑丽江来做营地啊。实际上，怎么说呢，就是个情怀的问题。情怀。完车，完车完了，看上营地了吗？就开始做营地。玩着玩着就想自己做了，就想自己做了。哎，你这个特点就跟我现在开这个新洲房车那个东哥你们一样，就玩着玩着就玩出事业来了。我们这个行业里边，我们同期的这个做这个营地的，基本上都没做了，都半途而废了，对，就没坚持到底。对，不是你终于迎来了春天了，对，我们曙光终于来了。他在我们同期的，我知道的。跟我同期做营地的人，就剩我一个了，没办法，太难了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主要是一个这个，将来一定营地要有标准，一定的凡车出行得有标准。所有这些标准出来以后呢，大家都按规范来做。其实你进了营地多舒服，对对，水电啥都不愁，对对对，就住在这都不想走了。我要不是有事儿，我还不走呢，我要回广东办事儿。骑单车，我来过这里，但是不知道哪个档口是正宗的牦牛肉，这个就一定得找本地人。哎呀，我一到丽江都颓废了，感觉懒洋洋的。他节奏慢，节奏慢，你看现在马上8点多了，对啊，8点半了，还不出摊呢。很多都还没出摊，客人也少。这里边可没来过，好大。鲜肉区。啊，这个地方全是卖肉的。啊。猪肉。猪肉，猪排。啊，这个就是牛肉了。我们要买牦牛肉。哎呀 ，Hello， 你好。徐小姐，打个车。那我去，我带客人来买，这个是我车友，是网红。你说啥？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他说啥。我要买一块买肥瘦相间的那一地儿，你帮我介绍一下。打算多少烤吗？那烤的、炒的，你都弄点。那就烤吧。那个膜要给它割掉。这个是筋，嚼不动吗？它品质比较好。你专门来这买的？离这远吗？还是有点远，还是有点远，都得开车来。口口相传，有口碑才是好。我要肥一点，做烤这块来烤的了。这个，再来肥的，再来一点。这一块不够。不是，就我要带回广东。带回广东。他给朋友分点，这块钱多不多？还是可以办。这两块够了。这两块够了呀。差不多。我们零售是48，带给我们老熟客了，45啊。哎呦，真好，我打折了。可以，我先。你先帮这位先生帮他称啊，然后帮我切成片。这骨头怎么吃，杨总？炖。发使劲炖。三根。然后帮我剁成一段一段的，一根一顿的了啊，对，剁多钱不嫌多，那肉可以做刺身吃的啊，新鲜的肉是可以生吃的是吧？嘿嘿，刚才那些肉是四百二十三，是
473等于896。啊，八百九。我们今晚吃一根，我带走两根就行了嘛。啊，排骨你就不用再买了啊。哎，付好了啊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这个是猪肉哈、啊，猪肉没兴趣，我就对鱼和牛肉有兴趣，还有鸡。好，是杨总把他当地的地道的好吃的都得分享给我。仁里稻田鱼，这鱼正宗吗？不正宗啊。啊，这是卖鸡的。买鸡买鹅都在里啊。我就带回来抓。谢谢。今天先不买。嗯。那老板娘我认识，老板娘长得漂亮。就冲她来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你这哎，讲实话了，你就冲人老板娘来的。菇咋吃？炒了吃，煮了吃。哦、云南有太多东西我都不认识。这土豆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土豆它就是这个色。嗯，是，以为像地瓜。切开以后，它里边也是紫的，它一圈一圈的。嗯，像地瓜。像地瓜。嗯。美女，帮我来点折耳根，我可喜欢吃这玩意儿了。帮我来点。这个味重一点，这个能淡一点。味重，要重。它累，这个毛尖，小。这能放几天？80多天都没得事。这个倒是半个多，应该是没问题。那行。十来天我可以再来点。疯了，我买啥都像抢一样。我特别爱吃这个。好嘞，够的了，23。去摆一盆不一个。好。嗯，每天得烤个火盆。这鸡个头小。这个是土鸡。土鸡土鸡。你看云南这香菜真好，这么小然后是味儿很浓烈很香。云南的好多食材都内地都没有，没有的，太好了。哎呀粑粑，哎呀这个粑粑感觉很有弹性，哎，很厚实。洗头粉是吧？给洗头粉还可以没得个，没有，我得只有十分钟用的茶。看一下你喝不喝得来，喝不来我们。没事，我都能喝得来，没有我喝不来的。这个还行，对。嗯，油茶。啊，这个粑粑是要蘸这个辣椒的。嗯，比西瓜好吃。这个鲜，对，外焦里嫩。这个油茶里边是有茶叶、大米炒熟了。花生也炒熟了，碾碎，熬的，大概就是这个程序。嗯，我们北方就叫它发面饼，你这叫粑粑。如果不是发面饼的话，那个就面饼就没有这么有弹性了。啊，吃起来就会它会有点，怎么说呢？弹性没有这个好。啊，哇，你这四个锅一起操作，啊、厉害了！有没有？你看这程序。我们这个手工做事有点慢。吃的溜溜宝。跟杨总接着逛。哎呀，逛菜市场好玩有意思。现在来拿那个牦牛肉了吧，这卖牦牛肉的师傅帮我把这牦牛肉都切成一片一片的，然后我以后自己做起来就简单一点。那不好好吃人家那么饱啊。你炒的嘛也饱了嘛，啊，烧烤的是要比这个单片也比这个厚一些。哦。沾到的牛肉是好，如果是不沾到的牛肉就啊，这牛肉切起来粘着刀的，沾刀的，这都是好牛肉。啊，这是牦牛蹄子，那咋做呢？啊。天哪，这可不会做。那个就复杂了一点。嗯，这个太复杂了。这个还放冰箱吗？把那个饼啊，行。是。嗯。这个市场叫啥名？象山。象山啊。象山综合农贸市场。哦，象山综合农贸市场。嗯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带一个。我就这一袋够了吧。嗯，行了。行。这一袋吧。行。肉呢？再拿点吧。肉你。不要，坚决不要肉不要。啊，坚决不要。行。来来来，
这个今天你们收拾。我不进来了。没打算请你进来。我弄好，我过来，我们就一块过去就是了。行，好嘞，好好好好。行。哎。